拜阿撈，一年四場演唱會完成啦，而家感覺點啊？而家感覺係個感動嘅感覺係仲係圍繞住自己啦，因為呢四場其實感受到好多神號同埋觀眾對自己嘅愛啦，每一 part 大家都嗌得好大聲啦，同埋其實喺台上面今次嘅舞台設計係 T 台啦，所以同大家可以好近啦，所以望到好多大家嘅眼神啊、笑容啊，全部大家都好真確地話俾我聽啊，佢哋見到我真係好開心啊，咁所以有一種感覺好似啊，我真係好可以感染到人，我真係可以幫到大家，我真係可以令到大家開心，咁所以係咯，好感動自己可以做到呢樣嘢。有啊，梗係有啦，當然啦，即係如果可以開多幾場，梗係最好啦，因為都仲有好多神圖畫入唔到嚟睇啊，有好多我都想俾更加多本身可能唔認識或者唔係大興趣嘅觀眾可以入嚟睇啊，咁樣，咁所以同埋我覺得自己體力上應該支撐到多幾場。Maximum， 哇，廿場。哇！有咁多人嚟睇，梗係好啦。今次表現俾自己幾多分啊？啊，今次表現啊，俾自己70分啦，70分啦，係啊，因為我覺得唱歌部分都仲可以穩定啲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好開心啦，因為有世榮監製佢 lead 住我啦，同埋佢俾咗好多信心我咯。尤其是喺無論係 rehearsal 定係 live 嘅時候，佢都喺我 earmon 度係咁同我講話咩，唱得好好啊，唱得好啊，加油啊，加油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我都算成功俾大家睇到好多唔同面向嘅 Anson Low 啦。服裝上又可以俾大家睇到多啲新嘅嘢啦，大家未睇過嘅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 part 都加翻少少分嘅。仲有啲性感貼身舞添喎，同女 dancer 有冇怕醜啊？自己排嘅時候超級怕醜啦，本身我哋係控得一啲都唔埋嘅，係隔咗兩個人嘅身位咁嘅。咁但係因為尷尬唔好意思啊嘛，咁但係彭老師阿 D 同彭彭就話再埋啲，再埋啲，再埋啲咁啊，咁就即係排排下就越嚟越熟落，咁就 OK 啦。咁但係on show 嘅時候買到係爭啲嘴都落去嘅，真係係啦。咁但係效果啦，係啊，效果大家中意睇就 OK 啦。其實就係嗌得最大聲，係啊，差啲變咗，係啊，有啲聽成話唔好再摸佢背脊啦。哎呀，是個performance 嘛，係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是一個藝術嘅嘢嚟嘅，藝術嘅嚟嘅。除咗舞台上面嘅 show 咧，你有冇其他係考慮過會做，但係最後冇做到出嚟嘅做？有，梗係有啦，shirtless 咯。大家即係上身完全唔著衫啦，係。考慮過，但是我最後 ban 咗自己嘅，唔咁樣做住。未係時候啦，未係時候。幾時？哇！你哋咁樣嘅，盧總好強，係我知我知強嘅，但係大家等多陣先咯，係啊，即係如果真係開到廿場嘅時候先睇下點啦，好冇？係啦。唔會嘅，繼續都係全年冬天嘅，係啦，因為冬天與否唔係大唔大隻與否嘅嘢嚟嘅，係一個個人喜好嚟嘅，係清涼會令大家開心，清係啦，清涼會令大家開心，但係冬天嘅衣著會令我開心啊嘛，係咪先？我開心神同埋開心咯，我知道。唔會㗎，因為喺社內相親嘅拍攝裏面，大家就會有見翻一啲冇咁嘥嘅一啲 shot 㗎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劇集啦。咁啊，你會喊咗，即係又係忍唔住喊啊？係啊，其實我由第一場喊到成首歌唱唔到嘅時候，我承諾啦，唔係承諾嘅，即係我提自己啦，叫自己嚟緊嗰三場唔好再喊啦，因為唔係下下都大家會體諒到你噶嘛，咁即係都我好想做一個好完整嘅表演俾大家睇啊，好想唱完整嘅歌俾大家聽啦、
咁樣咯。咁所以第二場就好成功嘅，我覺得第二場係好成功，令到自己可以啊好開心好開心，所有歌都完成曬咁樣。咁但係第三場神隊友又喊咗兩句，但係好快 pick up 翻佢。今日又可能今日係尾場啦，個感特別感觸啦，因為今日其實由出門口搭車嘅時候，我已經想喊喎，即係已經覺得啊，好掛住個舞台啊，好掛住大家，好掛住呢四晚嘅感覺啊，即係好掛住啊，俾大家嘅愛包圍住，同埋好掛住喺舞台上面啊，可以每一刻都做緊自己好中意做嘅嘢啊，因為今次每一 part 都係自己精心設計嘅嘢嚟嘅，所以每一 part 自己都好享受咁，所以係咯，都唔做呢個演唱會都會有時會唔記得咗啊。原來在舞台上的 Anson Low 是這麼開心的，尤其是你說他說就是 Anson 會跟他那些神聽到感覺很弱心，是的，因為無論是飛的事件啦，還是什麼都好啦，我見到自己的神徒被人蝦氣，當然我是會有感覺啦，是不是，是很正常的嘛，即我都會很想保護愛我的 fans 啦，愛我的觀眾啦，咁所以係咯，為佢哋講翻説話，我都覺得唔係一件壞嘅事咯，係。咁但係最緊要係禮貌啦，係啦，最緊要係禮貌同埋用秉性去繼續去待人接物咯，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好嘅生活態度咯，係。我鄧我的 fan 心痛咯，係啊，因為其實有很多神徒入唔到嚟睇啦 ，even 呢四晚過後都仲有很多神徒入唔到嚟睇啊，咁同埋可能由第一晚開始，可能有很多神徒都係諗住食黃牛，跟住又俾黃牛鋪住啲飛，俾人鋪住啲飛，咁我好心痛佢哋，就因為我 visualize 大家去撲飛嘅畫面啊、排隊啊，或者上網去揾啊，跟住俾人鋪住啲飛嗰種失望，我自己就係咯，我好心痛咯，即係反而個虐心係我自己覺得好虐心啊，因為大家為咗去支持我，為咗愛我去東奔西跑，但係最後尾都係得個空，係咪得個空啊？得個空，得個吉，係咯，即係總之就我唔想大家咁辛苦咯，係啦，到頭來得場空，係啦，咁所以第一晚就比較大感觸啲咯，係。咁啊，仲今晚講到話今年壓力爆棚，即係今日好大壓力啦。係。絕對有啦，今年頭半年是自己壓力都幾大的頭半年啦，係啦，自己情緒上都要照顧一下自己的一年啦。咁但係喺排完，即係喺排舞嘅過程中，我又好似揾翻一啲樂趣喎。甚至呢四場 live 嘅 show， 我又好似又重現翻自己初最想要的嘢行落去的動力啊，咁樣，咁所以係咯，好彩有呢四場咯，好多謝公司，因為如果冇呢四場的話，可能係咯都冇而家咁開心，係。最影響你今次冇啦，係啊，因為年初啊、上年啊有幾次都胃同埋胃有事或者暈啊咁樣啦，咁我自己覺得好失禮啦，我自己都唔想嘅再發生呢啲事件啦，咁所以就今次就 prep 咗好多嘢啦，包括今次呢四場係我一日食足三餐啦，一定唔會再空肚去出 show 啦。飲夠水啦，齋啡唔會飲太多啦，都有飲嘅，我都係啦，冇得戒依樣嘢，咁但係就飲少啲啦，咁就飲多啲水啦，同埋時刻帶多啲胃痛啊、雲浪丸啊，即係 just in case 我要嘅時候，咁就唔會咁失禮喺人哋面前抽住抽住痛。俾自己休息一下。嗯。有時放下假，有時都會嘅。都會嘅，唔係啊，其實咧，其實咧，公司好好，佢喺排演唱會之前咧，即係開始排演唱會之前公司就話不如演唱會之後俾兩個月假你放啦。哇！係咪好誇張啊？呢件事係啦，咁我就話兩個月 ，Q
too much， 咁跟住佢哋就話咁兩個月太多，兩個禮拜咯，兩個禮拜你去歐洲，兩個禮拜都好似好開心咁樣啦。係啦，我覺得好 sweet 嘅呢一個 offer 真係，咁但係我本身我就啊咁俾我考慮一下先啦咁樣，咁但係排緊演唱會嘅途中，我又就好似頭先我講，即係重現翻我好想嘣嘣嘣向前衝嘅感覺，咁所以喺排演唱會嘅尾段，我就同花姐講話啊，我唔要呢個 offer， 我唔要呢個 offer 啦，即係我想繼續係咯，繼續啦，即係唔好因為咁樣而係咯推曬啲本身 plan 好曬嘅嘢嘛，咁樣係咯，咁就係咯，咁演唱會完咗之後，聽日就有一個幾個鐘嘅工作咯。咁啊，做咩啊？唔講得㗎。唔係啊，講得係咯，聽日有一個幾個鐘嘅 event 工作啦，跟住之後就有全日嘅休息啦。咁全日嘅休息就好開心啦，可以同屋企人食飯啦，跟住又喺屋企瞓下覺啦，同 Amber 玩一下啦。頭先你話咧，阿花姐啲話，花姐話咩？感動到喊咧，係咩原因咁樣咧？佢話好感動啦，係啊，佢話我好叻仔啦。佢讚我好強啦，任何方面都好強啦。講笑講笑，佢話好感動啦，因為佢諗翻起由佢做演唱會監製嘅時候，望住我係一個 dancer， 跟住佢諗翻起同我講嘅第一句嘢就係問我參唔參加全民造星啊，跟住一開始佢覺得啊呢、這個 MK 仔都唔知行到幾遠啦咁樣，咁跟住諗翻起呢四年同我一齊搏鬥啊，拍每一個 MV 啊，一齊捱通頂啊，湊住 Mira 佢，咁跟住行到嚟呢一步，見到我啊可以成功搞到 solo concert 呢件事係唔容易嘅，可以喺亞博度搞到四場，咁所以佢覺得係咯，好 proud of 我咯，係啦，咁所以佢就話自己喺屋企喊咗一個朝早咁樣咯 ，so cute。我一年前就成日都同爹哋媽咪去全新天地，全新天地啊，定係愉景新城啊，又係咪唔講得嘅呢啲名字？到抽 yes， 唔係啊，都應該自己公司噶。有啲咩唔係自己公司？係咯，一年前就好中意每禮拜六、禮拜日都會同媽咪同我家 姐一起去抽 yes 卡啦。如果抽唔到 twins 嘅話咧，我哋係會唔開心啦，會嬲啦，會扭計啦，跟住會抽，要起碼每一日抽到十張 twins 嘅，我哋先肯走嘅。咁同埋咧，我哋嗰陣時，我應該仲有 keep 住啊，喺我個倉度啊，我哋有六七本簿啊。即係嗰啲 yes 卡簿咧，攝曬去，咁嗰時係有磨砂啊、令面啊，跟住有記得閃中閃，係啊嗰啲或者就咁好簡單，跟住後面有歌詞，即係好多唔同版本嘅，咁所以儲齊曬就有一個成就感，係覺得啊，我係 twins 嘅忠實 fans 咁樣啦，咁同埋我係會買曬佢哋所有嘅 album 啊，所有 CD 啊，演唱會 concert 啊，所有咁所以今次第一次自己 solo concert 都好想請翻自己嘅兒時偶，唔係一年前嘅偶像，一年前嘅偶像，自己邀請㗎，咁好，但係好開心啦，佢第一下即刻 say yes 啦，阿 Sa， 我係啦，好感動啦，同埋佢都好主動地同我講話啊，好，我不如同你做一個 dance performance 啦，咁樣，咁所以佢都好有心咯，係啊，即係想做一個好特別嘅表演 for 我一個嘉賓位咁啊，好多謝佢。好多謝 Kelly 啦，咁當然要尊重佢嘛，係啊，咁同埋我覺得Kelly 嘅呢一首歌真係要配合舞蹈先會更加完美啊嘛，咁所以我都好願意去用時間去排練咯，係咯，身邊嘅人成日講話咩，哇你啲嘉賓位全部都要排咁樣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咯，為咗個演唱會好睇，就係嘉賓位都要好睇，同埋過場嘅 concert video 都要好睇。咁所以好多謝阿 Sa 啦，好多謝 Kelly 啦，好多謝 DJ 啦，而且 DJ 嚟咗兩場啦，我已經當 DJ 係我大哥嚟㗎啦，係啊，係我哥哥，全部都係我哥哥，因為佢哋真係教咗我好多嘢啦，尤其是 band sound 上啊、音樂上，佢哋私底下都同我傾咗好多偈啊，咁所以好多謝佢哋咯嚇。好啊，我哋好，唔該曬。